左脚肿得非常大 ，like 大象。而且我这几天真的，所以我车也坏啦，然后脚又断了，所以我这几天，然后这个礼拜刚好是排戏比较密集的一个礼拜，所以我都只能坐健车，然后就坐健车去北投啊，再从北投坐回来啊，不然就是坐健车去善导寺啊。然后今天差一点又要坐健车到善导寺，再坐健车去北投，再坐健车回来，超贵，超贵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更衰的是，真的是水逆啊！我去看医生，结果我健保卡被断保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断保，就是我没有健保，然后照 X 光就几千块啊，然后药也是几百块啊，然后去看中医也是快一千块啊，这样，然后加我这个礼拜坐计程车看医生的钱加一加，我已经花了一万多块了，干掉欸。可水逆应该要结束了吧？水逆今天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10月10号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还不错、啊，我已经重生了。一结束的瞬间，我觉得我脚都已经好了20%，但今天排戏又踩到了一下，所以又损毁了15%，现在只恢复了5%而已，而且我还有拄拐杖。因为真的没办法走路，然后还撑拐杖。拄拐杖听起来有点什么？你断掉了？有点什么啦？你断线听起来才有一点。我说拄拐杖听起来怎么有点好吃？拄拐杖很长吗？怎么有点？可是我脚扭，真脚扭到时候真的是有一点。对，怎样？而且我人生第一次韧带断掉、欸，痛死我了！韧带断掉要开刀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整根断掉，但是韧带有裂开这样。而且我去照 X 光，然后那个干真的就水逆。我扭到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，然后就去找医院嘛，找诊所这样。然后我跟小六就找了好几家诊所都没开，都休诊。然后后来我们想说算了，那就去大医院好了。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网路报名。网路挂号这样，网路挂号，网路报名，啥都说。然后网路挂号，我们那时候是3:38，网路挂号写3:30就不能挂了，慢了8分钟。后来我们就直接去现场挂号，然后就填出诊单啊，什么弄这样，然后就在那边等，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怎么了？我说，哦，我刚就是运动受伤扭到，然后我想要照一下 X 光，看有没有伤到骨头什么。然后医生就讲，哦，好，那你先去拍，我看一下。然后他看一下，他说，应该还好，但是你拍一下好了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就拍，对吧、啊？医生都很轻松，这样就他讲话都很轻松。就拍完的时候，我就回去看片子，然后片子一来，医生一看，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哦。”然后就不讲话了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医生，请问是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很麻烦哦，不得了啊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你这个不处理好的话，你老了以后不太能走路。”我就看，啊，好恐怖哦！而且我 X 光看起来很可怕，因为脚小腿那边是两根骨头嘛，然后骨头已经跑出来了，因为韧带肿太大，然后已经把骨头推出来，这样超衰的，水逆到不行哎、欸，猛男，你反正就是你水逆，但是当当当当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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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想讲话，但小六讲话啊，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分享一下。回味了将近快一个月，大家今天就又有幸可以看到无心话机器人小六了，真的哎，而且还戴面具，机械地精。小六说 IP 是被锁哎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机器六，我切一个，大家会先断掉大概几秒钟。好，小六，哦，等一下，爸爸再继续讲话。这我觉得爸爸还有点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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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？真的？不要吧？当当。啊、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我再换，我再换，我再换。我那个阿姆斯特丹伺服器，请说。喂，哦，睡睡睡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我讲了，我讲了。OK， 他 OK， 可以。那小六讲话，小六讲话，跟小六讲话哦。小六已经当当当当当，你再讲，再讲。你要是那个真的超痛，当下整个可以滚在这样。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最扯的是，因为我是跟朋友去练体操嘛，就是一群其他演员，然后我受伤的动作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动作是要练踢墙后空翻，然后开始练就是旁边扶，就两个人扶中间的嘛，然后他就踢墙，然后撑旁边两个人后空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还有排一个武打动作，就是旁边两个人会推中间的去撞墙，然后他直接踢墙后空翻，这样就是一个这样的，我们在练这样的动作。然后要练这个动作的演员，他就一直没有办法，他连踢都踢不起来，然后。
后我们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，我就说你应该是要踩高一点嘛，因为他就是踩太低这样。然后他就说那你试试看，我说好，我试试看。然后我就踢，然后我就踩很高。可是呢，他其实是要翻的话，旁边两个人要偷偷的在屁股后面推一下，他才会完整的翻过去这样。但是我没有要翻嘛，我只是想要踢踢看那个高度大概在哪。但我踢太高了，所以我那一瞬间我想说，干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如果没有翻过去的话，我会头着地。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，然后我就赶快翻过去。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会翻，他们没推我，然后我就下来，就是直接是脚的侧边下来，所以下来那一瞬间就是我的小腿跟脚掌成为了90度这样，而且下来的时候还有咔一声这样。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我摔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躺一躺很痛，然后就讲不出话嘛，就很痛很痛，我就躺一躺很痛。然后因为他们都以为我就是第一 try 就成功翻过去，然后大家都很嗨，大家哦，那可以练了、啊、可以练、啊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我其实已经受伤了，我躺一躺很痛这样。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走过来，然后他说哎、欸、翻过去了很屌哎、欸，然后我就很小声的说痛。然后他说啊，你扭到？我说对。然后说很严重吗？然后我说很痛。然后因为他稍早也就拉到脖子这样，然后他就有买冰块，然后我就冰，就后来过几天，就昨天我们排戏的时候就讲到我是怎么受伤的，因为有一些演员没有去练，然后我就讲，然后那个去问我怎么回事的那个朋友，他就说啊，你当下怎么？你当下你很痛吧？我们平常打球扭到的时候很痛，都没办法讲话哎、欸，没办法动哎、欸。我说看你好惨，一张没讲话也没动啊，你们没有人理我啊，因为翻过去了，大家都很嗨。不要紧张，我也很难过。你要干嘛？你后续造成的麻烦有八成都是由我要承担。没有啦，就跟你讲说，你脚扭到，我也会救你啊。你不会啦，会啦。我昨天就跟你讲了哦，我昨天就跟你讲，为了证明你脚受伤，我一定也会救你。等我脚好了之后，我就直接去你家把你脚踝扭断。你们何苦呢？然后我就可以那你们两个老了就一起坐轮椅，每天打英雄联盟打到四五点，妈不用老了就要坐轮椅了。40岁差不多，我们全部人都要中风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脚现在肿到，因为里面都是组织液嘛，所以我拍我的膝盖啊，我就可以感觉我的脚好像粘着一块布丁，然后会抖动那种的。干，你是布丁因为里面都是狗腿耶、欸。干真的、欸，我是布丁狗腿。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，女生每个月都会挂着一堆布丁在身上。哦，干不一样啊！我自己是女生，我听到这个我都受不了。可是女生挂布丁不是因为下面扭伤啊？说不定也是啊，对啊，听你这么一讲，我觉得舒服多了。对啊，你们只是挂布丁而已，我是挂布丁还附带疼痛哎、欸。我有附带疼痛，还有焦虑感，还有欺负男生的欲望。看太多了，有点划算。哎、欸，我们3个礼拜没有开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有被我的 po 文吓到吗？没有，他扭到我贴文吗？你害我兴奋了一下。哎，大哥，老王客气，可恶，不行。有一种平常认真上官的感觉。上官哇，你是那种，你是 FB 最中二的那种，会把名字改成上官的那种。好、啊，拜拜，我先下线了，拜拜。下线了，下线了，他等一下连回了机械音，我就笑爆他的屁眼。哎、欸，回来啦！哎，回来啦！别闹啦！鸟屎，爱生气，鸟屎，哎、欸，鸟屎，大小二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唱《明天不上官》？